兵工厂大房到底该怎么绕？这一把我用机械师对科根啊，科根是一个走地基的屠夫，来给大家讲解啊。其实呢，六这种的话是非常简单。现在这个版本科根出现的概率也是比较低，很大的原因是大家求生者已经琢磨出他的套路来，但是他的这个控场或者说防电击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另外这一把给大家展示机械师在个人能力非常强的一种情况下操作上限是会有多高啊，会给队友多创造出多么好的一个节奏。你说你能别这么多事儿吗？赶紧修你的鸡，赶紧修啊，快点修啊。我的娃靠你的，我的娃机械师，我就是神。小手有没有大火箭？带我走一下。哎，这，走，对，很好。哎，修机，全部来修你破机。干扰修机没关系，我娃娃还在外头呢。可能是个金身的，换追了，你知道换追了，这波换挂了。他防记录啊，他有搏命吗？可以修，我要防了。你看看这个前锋手速就太慢了，他拖出去打一顿。空分，拜拜拜拜拜拜。